在座的现场的，呃，各位，嗯，四众佛友，还有嗯，正在收听的一些，呃，电视上的，嗯，还有网络上的，呃，各位导游啊，今天嗯，非常殊胜的一个日子，我们，呃，二零一五年，应该说，呃，这个。 这个佛学会的新办的开学典礼呢，今天就开始呃举行。呃，本身嗯，我们呃六月份的时候，很多参加啊佛学呃团体的道友都已经纷纷的呃到了我们的呃文思求新的群体当中，呃。 但是呢，因为当时我正在外出，也许你们看过我六月份的时候呢，应该接近利用一个月的时间，呃，一直在外面奔波，所以当时没有呃来，呃，没有呃，嗯，正式举行。啊，荷兰准备在七月份举行，但因为七月份呢，我们在这里没有网络，嗯，所以呢。 呃，一直延迟到，嗯，就今天，也就是说，呃，八月下旬了，嗯，那么，呃，经过两个月的，呃，学习，嗯，很多人呢，就是现在正是，呃，文思修行的开始，嗯，也有一部分呢，呃，因为自己的种种的一些因缘，嗯，学完了以后，呃，有些人认为。 呃，学习佛法太深了，嗯，怎么样也是没有办法进入，没办法啊正常的温习修行下去，所以呢，呃，就自动退出。嗯，有些人呢，呃，越学越有劲儿，越学越有兴趣，已经上上映了，然后呢，在不断的呃准备学习，已经呃。 就开始这个学习佛法，嗯，所以，呃，我想我们很多人的确也是到今天之前吧，也度过呃很多很多的春夏秋冬，也感受过人生当中的呃种种的风风雨雨的经历，啊，同时呢，啊，就是呃也品尝过一些人天的这个酸甜苦辣。 呃，悲欢离合等等，嗯，但也许，呃，可能，呃，佛法对你带来一种，嗯，不仅仅是一个，呃，外在的一种暂时的，嗯，快乐，更重要的内在的究竟的安乐和幸福。因此，呃，我今天呢，也是，呃。 就当下，就是凭自己的一些感觉，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的呃这个想法。呃，你们在座的，嗯，各位啊，有个别的一些呃旁听者，嗯，除此之外的大多数的人呢，呃，呃呃，应该说是都是愿意继续学下去。但你们呃，到底能不能学完，能不能学究竟呢、啊？ 还有很多坎坎坷坷的路，弯弯曲曲的路，嗯，也许，呃，在这个路途当中呢，有个别人呢，呃，到一定的时候累了，嗯，就做不动，一直喘气，可能会下来了。有一部分人呢，呃，这个时候有些人正在下来，就所以不让你上去，就带呃，把你带下来了，不让你上山。 有些的话呢，因为中间就是正在寻找解脱之路的时候就迷失方向；有些人呢，已经找到真正的路，而且呢，自己不断的努力，最后呢会圆满，已经到达山顶。呃，这就是我以前呢，也是在经过多年以来的观念，经过多年以来的跟大家一起共同探讨学习佛法的经历来验证的时候呢。 其实学佛这个路呢，呃，并不是特别的平坦，但是呢，也并不是特别的这种我们人们所讲讲的那样的完整炫耀。因此，只要坚强的，只要继续努力的，只要付出努力的，只要长期每秒动听的歌的 <laughs>，这样这样的人呢，无论是无论是小孩还是大人。 还是中年人都可以有解脱的机会，也有，呃，会找到自己的真正的解脱之道。嗯，所以我在今天呢，就是在想，呃，跟大家要，呃，要分享几个吧。嗯，第一个方面的话呢，哎，就我就简单的讲了这么一个因缘。那么，第二一点的话呢，就是讲一下，啊，这个佛教就是对我们这个现代社会的。 嗯，意义，或者是他的呃，真正这个必须需要。呃，在座的各位大家都知道，就我们今天已经生活在二十一世纪当中，但现在呢，呃，人们在生活在这个蓝天下，在这个大地上的时候，跟以往的生活方式完全截然不同。那么，呃，有越来越多的竞争。 越来越多的困惑，尤其是现在，呃，因特网网络积极其发达，科技积极其发达，在这个时候呢，可能我们很多人的思想呢也是复杂起来了，生活的话呢也是多姿多样的，分别年呢也是各种各样的，嗯，这个时候很有可能呢，我们每一个人手里拿着手机、电脑。 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先进科学的仪器，利用它，我们很有可能，呃，能便于自己做虚虚多多的对众生、对自己有意义的事情，也有可能呢，我们就已经变成了这些科学技术的陆地，最后呢，自己心里面带来各种迷茫、困惑，甚至呢，有一种呃不同的所谓的抑郁症、自闭症。 还有呢，焦虑症等等等。那么在这个时代当中，也许可能其他的时间妙药不一定对你的内心的、心灵的疾病有很大的治疗作用。呃，通过佛法的妙药，嗯，只要相属一点一滴的话，也许对你的身心健康有着极其重大的作用和利益。呃，那么这样的。 最主要的妙法呢，实际上是就是大乘佛教。呃，上个世纪的时候，呃，英国啊，应该呃获得诺贝尔奖的唐英比博士啊，他也是说过，他说二十一世纪的人类的重大问题要解决的话呢，必须要啊，空蒙思想和大乘佛教。也许可能空蒙啊思想呢，也对这个问题上起到一定的作用。 尤其是解决社会问题、解决一些技术的问题的时候呢，传统文化对这样的呃重大事情有一定的效率和作用。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我们现在二十一世纪的人们的生活极其复杂纷乱，在这个时候，达乘佛教利益大众，呃，升起菩提心的这么一个非常珍贵、微妙的思想。 的的确确，无论是对自己、对他人，有着非常不可思议的利益。因此，我们应该要想到，我们今生当中遇到这样的幸福妙药，或者说是心灵妙药的佛法的人呢，福报就非常啊广大啊，可以这么讲。呃，这样一来呢，呃，今天在座的人，我不知道，呃，你的修学呢，呃，是将来。 是半途而废呢，还是是三十三种？呃，也许呢，你学到一年之后，你家庭、自己的私人、私人的生活、感情、工作等等，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障碍和危缘，你可能不得不放弃现在我们所学的一些呃课程。也许的话呢，你无论是生活当中遇到了再大的艰难困苦，不断继续下去。 不管怎么样呢，我们今天呢，就是大家欢聚在这样的一种呃空中的殿堂当中，一起呢，呃，就思索这个问题呢，也是非常难得的机会。但我还是有一个唯一的想法：我们在座的人呢，也许可能是前世的因缘，也许呢，就是暂时的，就是一种这个因缘。不管是怎么样呢，今天就是遇到遇到佛法。 遇到这么殊胜的因缘的时候呢，大家不要放弃，一定要发一种非常坚定的、深深的誓言。那么，我想就是给大家说的第三一点的话呢，啊，在座的各位应该知道，是我们现在的因缘殊胜，大家啊，珍一定要珍惜啊。哪方面的殊胜呢？首先，我们要想起来，我们现在给大家传授的这些佛法呢。 从传承上讲，呃，大恩上师方如意宝金麦盆中呢，应该如今称为是佛教再弘世纪的创始创始者。那么他所带来的，他所传下来的这些法门呢，不单是有非常确凿的理论依据，有校正立正，更重要的有一些殊胜窍诀，传承上师的不可思议的价值。嗯，这一点在当今这个。 呃，时代当中也许是非常罕见啊。还有一个，我们所传述的这些佛法的内容的话呢，无论是仙宗还是密众，以及呢，就是其他的，包括我们事件的基本的观念理念等等这样的这种内容呢，应该是在短短的几年当中，你可以说是圆满的呃，完完整的读朗这个学道。 如果从时间的一个知识，包括我们现在的一些 MB 当啊，就授课的这种方法的话，也许从时间的角度来讲呢，时间的金钱也是费用不少的。而我们是应该给大家啊，非常啊，非常简单的、方便的一种方方法来，就是提供你短短的时间当中呢，可以预科班的四年完成。那么。 啊，正科班的五年，也就是说，我们时间的一个知识的话呢，也需要什么？需要九年义务制，九年义务教育。那么这是基本的一个小学和初中啊，也就是说小学和初中的水平会让到达的。但我们在这里呢，啊，应该呃很完很很很圆满的，就是基本上啊，佛教的理论还有它的基础知识。 还有他的修行方法，都在如短短的这九年的时间当中能完成。有些人可能会认为啊，九年的时间太长了，我可能没有这么长的时间。也许是你如果学的比较简单，学的比较浅，学的比较没有这个次第的话呢，也可以这么讲。可是我们呢，应该是啊，刚开始设计的时候，我们会应该对课程的管理。 呃，对所有的课程的内容，以及呢，啊，就是包括他的安排的事件等等，有非常严格的观察、思考、审核。那这样以次第性的对你所有的先祖民众的教研和理论和还有事迹，以及呢你的考试等等，你的所有的审核的过程，不仅仅是我们给大家制定一个安排一个人物，而且后面呢有不断的跟踪。 有不断的去监督，有不断的去提醒，那这样这样的这种团队，或者说这样的一种修学，互相啊起作用的话呢，也许我们现在在这个时代当中，作为一个佛教团体当中不一定是非常多的，啊，这是就是我们今天的世界的任何的一件事情的话呢，其实东西方的人们都可以共同观看。 也可以共同建设。那我们在佛教的这样的一种理论教育也好，实修体系也好，在这些方面有没有这样的一种非常严密的，也是负责任的，也是很认真的态度来进行啊，互相管理、互相学习、互相督促，有没有这样的？大家呢也可以，呃，方便的时候啊，希望。 啊，去审视周围的世界。这是我想啊说的几点、啊，是三点是吧？四点啊，三点是吧？那么我想说的第四点的话呢，嗯，第四点呢，嗯，我们啊，学习过程当中应该稳重包容啊、呃。 认真的去修学。我们最近发现，在座的保密的道友当中的话呢，有一部分认为，嗯，这样的内容呢，对我来讲是太欠了。不管是书本上、光盘上、辅导员课里的穿出来的这些知识呢，太容易了，因此呢，哎，并没有得以重视。有一部分人呢，认为是哦，佛教就是原来是这么深奥的。 包括他的课本呢、啊、课本呢、宋词啊、内容啊，以及后面还有思考题，还有呢就是讲考、必考、备考等等。那这样的内容对我来讲是不一定很适应，我怎么也听不懂、看不懂，有可能这样的想法。但这两点呢，就是实际上都是一个极端。佛教的意义呢，你不要认为是你遇到比较前线的问题的时候呢，你懂得而轻视。 因为在他的此举的背后，还有深深的内容，深深的内容的背后呢，与我们的自己的心的相许呢，必须啊，就结合实修。在这样的时候，佛教当中的最简单的一个人生难的书名无常的修法的话呢，对我们的修行、学修、多年的一个呃，佛教徒来讲也是非常难、非常啊，就是困难的事，嗯。 你也不要认为是哦，佛教就是特别神圣，对我来讲是没有办法搞不可怕。其实这也是是对做侵略的一种难度。嗯，不管是怎么样，佛教呢，它是有次第的，它是有啊层次的。你如果这样有一个坚定的信心，有一个非常精进的啊这种行为的话呢，啊，佛教的所有的这些。 道理呢，就是可以逐渐逐渐，嗯，通过一种呃非常简单的方法来自己的性的相续呢，完全都是可以教交融的。因此，我们呢，啊，就是不能啊认为呃几个别人所想象的那样啊，觉得太简单了而放弃的话呢，你可能已经失去了嗯次第的文思修行的非常难得的机会。 你也不能认为佛教太深了。其实佛教里面的很多的深深道理呢，也许你们预科班的道友还没有正式开始。如果你真正呃，文思到《无不大论》、《民众》当中的一些深深逆论的时候，的确也是里面有深不可测之处。但是这一点也是，即使我们凡夫人也可以通过以一种相似的理解和相似的定解方法，最后呢，也是。 正务比较这个相同的发行事宜，因此呢，啊，就是大家也不要呃堕入一种呃极端啊，要应该就是深深的去思维。我们大家都知道，在座的很多人应该是有一定的实践的啊，这个呃呃实践的这种理论知识。 际上的人和一个学问，人和一个专业，其实你要学起来的时候呢，你也不能轻轻视它。否则的话，你可能非常简单的一个专业呢，最后没办法得到掌握。也不能认为是所有的这些专业对你来讲是是没办法啊触及。其实也并不是这样的。呃，只要啊这个如你勤奋的话呢，就世上无难事。 这是我讲的第四点，那么第五点的话呢，我们今天在座的，呃，学会的所有的道友呢，你们是今天刚开始，应该应该可以讲啊，就是现在我们这这一年的话呢，你们是一种可以说生活的开始，也许，呃，通过这样的学习，需要改变你的生活的方式，原来你星期天、星期六。 甚至还有其他的时间当中，经常可以放逸，可以散乱，可以呢去一些不清净的场合，也可以呢跟一些呃这样那样的人呢就经常交往。那么从现在开始的话，也许你的身体、你的语言、你的心态上面呢，需要一些改革，需要一些改造，需要一些改变。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你从现在开始。 很有必要啊！你的原来的一些非常放荡的、非常自由的、非常啊就比较过分的一些行为呢，通过自己呃监督自己，应该是依靠自律，依靠自律，这也需要一种真正正量来束缚自己。不仅仅是依靠自己来自律，更重要的呢，我们加入一个这样的佛教的呃群体的时候。 互相监督，互相啊、呃、观察，那这样一来，必须要参加公修。嗯，如果没有参加任何的公修，你依靠自己的力力量，你也许现在的心情是比较迫切、比较强烈，但是过一段时间呢，也慢慢慢慢它会淡化的，它会最后变成无种无印的。所以，为了我们不会到达这样的。 结果自遣的话呢，一定要法院大家共修。在共修的过程当中，也许可能安排事件，你对人的这种相处，还有呢，你可能也呃，从不同的地方前往另一个地方，等等，也会面临着一些事件的问题、费用的问题，还有呢，自己心灵的问题。更重要的，现在有些人跟别人啊、呃。 接触能力比较差的人呢，也许可能有面对许许多多的问题，但是从长远看，从大的意义来看的话呢，共同的这种啊、呃、公修的力量呢，比什么都啊、呃、强大。因此呢，为了你永远坚持下去，为了你这呃啊预科和本科、预科和这个正课的所有的这些课程圆满的话呢，很需要我们大众的监督。 如果有了大众的监督，也许有时候你有一些想懒惰的时候，但是我们毕竟是人，在其他的道友面前，自己会产生一种惭愧之心，自己会，呃，产生一种，哦，特殊的一种心态的原因呢、啊，你会，呃，经常自我提醒，依靠政治正念了，最后呢，你的修学会完成的。 我们学会当中现在已经接近十年完成的很多道友，他的整个走过来的人生的修行之路当中，他发现的供修的重要性是比什么都啊更更需要、更重要。因此啊，我今天呢也是特别的强调啊，大家啊在学习过程当中呢啊，尽量的不要自己网络修行。 或者说是个子在家里修行，家里修行呢，虽然它很方便，它很舒适，它很呃对你各方面来讲适合你的心态，但是久而久之，我们的很多很多的阿赖耶上面存在着的习气的话呢，会它随时的是爆发。一旦它的恶习气一发的时候呢，很有可能停止你曾经发过不断为是修行完成。 学会的一一切课程的这样的信念呢，最后就全部毁于一旦，有这样的可能性和危害性。因此呢，啊、呃，我在这里呢也是强调大家啊、呃，在从现在开始呢，一定要去求学。呃，求学呢圆满，要圆满的话呢，唯一的方法是通过工学而而圆满 <coughs>。嗯，说了几个。 应该乌龟了吧？嗯哼，还有多长时间？嗯、啊，还有，啊，还有四十分钟。嗯哼，好，不断说啊。嗯哼，那么，嗯，我想，嗯，说的第六点是吧？ 第五点是吧？啊，第五点是第六点吧？嗯，第六点呢，嗯，要想到，嗯，告诉大家，我们所有的这些修学呢，首先必须要有一种理论的文字从历史看来，在汉地的很多的寺院、很多的佛教团体当中呢，的确也是，呃，嗯，非常系统的，嗯，次第性的这样的。 呃，文思修行的传统呢比较少，啊，那么我们如今有这样的一个非常呃比较而言的话呢，在当今来讲是呃带有一种先进性的，带有一种科学性的，带有一种具有怎么讲啊，书生和价值性的这样的一种文思方法，嗯，这样的文思方法呢，啊，就尽量不要。 好记，我们如果没有呃认真的理论的温习的话呢，也许很简单的一个修法呢，不一定修得很圆满的。最近我们学《金大乘经状元论》，确实学着学着，呃，我们的智慧成熟没有？我们的慈悲成熟没有？我们的心性成熟没有？我们的呃安忍成熟没有？ 我们啊，很多的未理陈述没有，等等等啊，就许多的道理的话呢，的确，我们作为佛教徒呢，不仅仅是一个有信仰，更重要的理论的后盾，理论的这种依据是不可缺少的。我很担心，我们很多佛教徒是变成迷信。知道佛教徒就非常非常有虔诚之人。 但有些人呢，自己也不知道到底我在信什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为了前途迷信的话呢，我们每一个人自己一定要啊下功夫，一定要想办法，要增长自己的智慧，要增长自己的智慧，唯一的、一直具有法相的三知识。要一直三知识的过程当中，我也今天在这里特别提醒的，就是在座的有些新来的居士。 嗯，你们的信呢，就非常非常的，可以这么说吧。你们不要生气，比较幼稚。嗯，你们可能是今天遇到什么样的上市都会去移植。我不担忧你们移植多少多少个上市，我没有任何的其他的顾虑。但是呢，我非常担心你们有些移植不好的话呢，你所有的事件经历青春。 等等等，你最珍贵的、许许多多的这些资源呢，全部都会容易浪费。嗯，所以说呢，我们按照大圆满前行引导文里面所讲的那样的，一定要首先要学会观察，善知识。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智慧之前的话呢，那你一定要谨慎。当今这个时代当中，尤其是在汉地，现在可以说是。 鱼龙混杂，尤其我们每一年的新版开学的时候呢，中间也有各种各样的情况会发生的。有些学佛是并不是真正的想解脱，也并不是学一些佛法，为了治病而学的也有，为了发财而学的也有，为了漂亮而学的也有，为了出名而学的也有，为了自己的这种事业顺利而学的也有，为了真正。 获得解脱而学佛的也有，有些是为那利益天下无边的众生而学佛的也有，在这样的不同的群体当当中啊，我们都要审视自己身边的人到底是有没有真正善知识的引导。所以，我们首先第一个最关键的要学会一知善知识，要观察一知善知识。 你真正观察好了以后呢，你才可以一止。在这个之前的话呢，不要随波逐流，不要人云亦云。我们现在汉地来讲呢，也是比较复杂的，也有许许多多的，嗯，精通显宗密宗的，亲近内外密戒律的，那么具有这个殊胜的这种大白菩提心的，呃，自相续当中已经圆满成熟的，具有。 啊，利益无边无无无无尽众生的这种为理的这样的三智士呢，也比比皆是。但是呢，也有各种目的的，嗯，为了赚钱的，为了啊，得到个人的名声、地位，等等等，有很多目的的人呢，也装着出家人的形象，以呃三支士的一种形象，来不同的事件当中都会出现。 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要学会谨慎。按照大乘佛教的《华严经》当中也再三的强调，我们作为初学者的话呢，一定要反复观察三智士，不能轻易的随意的依止任何一个大乘上士。当当诸如此类的教言呢，就非常多的。所以，我要在这里强调的，要一止三知识 并且呢，真正对尼伦的这种重要性和尼伦的这种文史的基础上呢，要跳伏自己的性。其实很多佛教徒呢，也许可能尼伦上讲的天花乱坠，但是呢，真正跟自己的内心相结合，跟自己的深刻意的行为相结合的时候呢，有些是可能尼伦就是一套，只相信。 也是是另一套，在这个之间的话呢，也许有千里之路。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温史呢，就是始终是波朗呃，成为真正的解脱之道。因此，我们归根结底通过学习之后，一定要调伏自相续当中的极其强烈的贪嗔痴为主的一切烦恼分别念。调心是我们佛法的根本，调心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目的。 所以呢，我们最后的话呢，就是通过修持五十万加行等等，来真正自己变成一个修行人。我的希望呢，并不是像你们所有的人都培养成一个，呃，像具有博士后啊，或者是博博士文凭的这样的一个弘扬大法者。也许有的话呢，也很水洗。但是更重要的是，每一个人呢，自行跳入寂静，啊。 每一个人呢，就具有山形、菩提心的。每一个人呢，就不要太，嗯，太太敏感了。那总而言之，不要烦恼太重了。我们城市里面的有些人就非常烦恼，非常重。就是，尤其是一些大山里面出来的一个修行人来讲是，就经常有这种感觉啊。这些人都是这么敏感呢、啊，就是别人的一种看似一种稍微一句一句话说不说不当，或者是。 呃，别人的一点一滴的一个行为的话呢，对他带来就是非常像这个虚名上那么大的烦恼和痛苦，就是，就其实这样的话，呢，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是极其痛苦的、悲哀的。因此呢，真正的一个成功的修行人的话呢，他无论是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的话呢，就是总是那么的自在和豁达、快乐和包容，应该有一种呃非常。 啊，这个开心，或者说是从容，就这就是真正的一些修行人身心活得自在。那么，修心已经呃，就是呃运运什么，就运用自如。那这这样的时候呢，利益众生也是是呃，对他来说是轻而易举之事。所以，我要在这里呃，第六一点呢，就是主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讲的是一种。 呃，学会这个文史的基础上呢，着重漂浮自己的心，嗯，这是第六点。然后第七一个的话呢，嗯嗯，你看，他们说是我们这里的很多人时间观念不强。 就刚才刚开始的时候人比较少，就现在陆陆续续来了。也许可能网络的问题，也许那我们学院还算是好一点吧，对吧？门已经关了是吧？还没有啊。嗯嗯，但是我们学院也是，今年我们的堪布科目法师们那边有一个培训培训的课，就是这个时间概念呢，也不算特别让我满意。就是以后，呃，希望呃听课也好，呃还有。 呃，开会也好，还要做什么事情的话呢，一定要有一个比较强的时间观念。不过，大城市里面的时间观念也有点难，就是现在特别堵车，就是一堵车的时候呢，时间观念再强也是没办法，就是就飞也飞不过去。所以，所以也许可能有这样的问题啊啊，就是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呃现在这个呃就刚开始的。 呃，在网上这个听课的人跟这个呃中中间呢，就刚开始我刚才也看到，就是不太多，就现在就越来越多了。那这些人呢，也许是这个堵车的原因，也许是可能自己呃就随便上一上，就是就出出入自在啊，就这就是没有观念，没有观念，就是我们佛教徒呢要要学会这个观念啊，就是下面我就要讲到这个。 呃，第七一点啊，就是你们要想到我们如今有这么好的一些金源，呃，姻缘的话呢，也许可能有些人想的比较简单啊，这是堪布呢应该给我们提供，啊，道友们呢应该给我们提供，我们这些人的话呢，就是只要学就可以，呃其实这种想法呢，就是也许是不一定很对的，你一定要想到背后，我们呃在这里很多出家人，很多在家人。 他们的这个付出啊，他们也许呃放弃了自己的修行、文思修行，包括工作，包括就是家里面的许许多多的一些事情的话呢，全部放弃，一心一意、专心致志的为我们的大家的共同学习和共同修行呢，付出的特别特别多的心血啊！啊，就这一点，啊，我是应该也也应该非常清楚，因为。 我们这里的有个别的一些，比如说我们一本书啊，一本书呢，啊，它不是那么很容易的。嗯，首先，这个作者非常了不起，这我们不用说了。但是我们翻译出来的话呢，这也需要很长时间的工工程。那么翻译完了以后，还要校校对，校对以后呢，就是他就输入电脑，输入电脑当中的话要再次的校对，还要配伴，还有呢，就开始印刷。 听说之后的话呢，那么这这个发本呢，就你可以就还要去装订，装订完了以后，你要搬运到。我有时候是我们的一些书书店呐、啊，书库啊，就是这时候呢，感觉到一本书并不是很容易的。嗯，的的确确就是拉到你的书里书里的时候啊，就也许这个是很容易的。你看那一本书呢，对我来讲是哦，就是这本书哈是很容易的。 但是这里面的整个封面设计要花多长时间啊？然后第一页的这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像啊，就是这个呢，可能也要选择啊，就是这次放释迦牟尼佛的像还是莲花生大师的像。然后翻了第二页的时候呢，我们这一本书的是这是一个藏文书，这是一个重的这个嗯目录。然后每一个目录的话呢，它的里面有有有多多少的这种文字。 而这些文字的话呢，就是包括这个字体的大小、行间的距离啊等等。这样呢，想的时候呢，你最后这本书真正是看起来的时候，好像哦，这是十六元钱、二元钱，就是拿到我的手，就非常非常的这个简单啊。但实际上呢，有时候是并不是很容易的。我们最近呢，原来我们这个发本呢就是免费的给，但是后来呢，好像免费给的话，大家都不觉得。 呃，就很珍惜，就后来基本上是数半费的这个价，然后有些人呢就说啊，既然你发奋的要数钱的话，那我那我就退了，我不去了。我们这里有很多人就是因为叫报快包眼钱，就是就已经退学了，就是。 这样的人非常多，就是我都我都呃呃呃，有有几个名字的时候，我都知道是哪一个城市哪，哪那些人那些人。些人当然，我们众生当中有各种各样的人，嗯，我们也并不是特别计较。但是呢，实际上人有时候呢，可能你就没有想到这个发心人员的这个付出啊啊，我们不说是他是钱财上面多少，就是这个我们不说。但是我们人的时间、人的经历，人的整个的付出，我们真的有有。有 呃，很多做发问也是这样的，我们还要做光盘呢、啊。做光盘的话呢，你们也许可能知道，他前期的工作，每一个光盘的话呢，就是他要不断的这个呃这个前期的摄像。 啊，这个设想呢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们这里设想团队都很多人都已经累了，就是已经换了无数次了。就是现在有个别人一直撑着，但是有些人的话呢，也想就是这个现在换个工作，就是然后，呃，也也也在就是有些时候是累啊，有些时候是哭啊，有些时候是也这样的。那么如果一个一个摄像师走了的话呢，那我们要培养的话呢两三年的时间，然后完了以后呢，你要建起。 你要剪辑之后呢，你上面就是每一个光盘上面首先是要大字母，大家都知道。那大字母的话呢，大字母的整个这个，呃，这个江浙的亏心跟这里面的每一个字呀，就是浪浪浪复活。也许你们挑毛病的时候很容易、哎，这个光盘做的质量不好，我不要。 嗯，这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其实，也许可能我是这样想的，我觉得是真正的这个将经说法的这些光盘，如果再再放在这个架里的话，那就是它就是是，呃，真正的一个善知识和没有什么差别。为什么？因为一般的发问的话呢，就是它可能实践的呃这个存在的时间比较长一点，但是当场的这个效果呢，啊，发问跟光盘呢，就是就哦这个差别很大的。 通过光盘而结束的话呢，那你有好像直接的这种价值，直接的人跟人没有什么差别的。我到现在很多人，因为从这个光盘上这个结缘呢、啊，有些人说是啊、哦，我光盘上认识了你好多年了，今天终于见到了，好像呃书本上见到跟这个光盘上见见到有点不同，就是所以人之间呢就是自己有一种呃零距力，或者说是有一种感情呢，就是依靠光盘可以产生的。 所以，我自己的话，经常呃，一些呃前辈，这个很多大大的的这种开始啊啊，还有一些呃上市的一些光盘呐、啊、磁带啊，就这些的话，我比比发奋还更更重视的，就是一直一直很重视的。所以，我想我们的呃这个很多的这种具有包成价值的呃，就这些道理呢，也许你们可能呃到了你们送宁的时候呢。 是一张光盘，或者说是一本书，或者说，呃，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呃，这个讲呃，什么讲励啊、你皮啊，等等等。但也许它的背后呢，有很多，呃，这个道友的这种付出啊，他们都是是免费的。如果我们真的要对每一项都是，如果费用产生一个费用的话，恐怕是，你再富裕的人也是不一定是能让做做成这样的。 正因为是佛教的这个心性的力量呢，非常强大。心性呢，就是它可以有很多很多的力量。嗯，它呢也非常值钱的。我经常这样认为的。如果心性不值钱的话呢，可能很多事情都是没办法做下去。按照实践的这个成本价，按照实践的一些零售价的话呢，恐怕我们很多事情，就是尤其是我们当今时代的有些事情，就是没办法做下去。是这样一来，我在这里呢要。 啊，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就是提醒大家的，一定要啊，降到我们的啊这个背后的这个付出啊。希望呢，啊，就是应该对所有的这些呃这个呃资料，所有的这些材料啊，包括我们以前已经学过的这些人的话呢，你们最好是把它当做一种真正的这个善知识来对待供养。 嗯，包括呢，就是当你离开这个人间的时候，也许有些法本和有些光盘，有些三宝素衣的话呢，啊，放在你的这个身体的周围的话呢，你不会下堕，就具有非常殊胜的价值和解脱之力啊。这样一来，啊，我在这里呢，也要啊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希望你们啊，这个学进来了之后的话呢，就是这不要认为是这是非常简单的。 本来我们从实践的历念来讲呢，每一个人应该有有一种感恩自信吧，嗯，有一种感恩自信实践的一个特别简单的知识，特别简单的一个学问，你也想得到的话呢，恐怕并不是很容易的啊。你看我们现在有很多孩子学一学,学一些儒家文化，学英语，学一些古琴等等，就是各种知识。但是你要学这个知识的话呢，可能。 不那么容易的，嗯，你要寻找一个老师，你要真正找到一些他的来源呢，不容易的。我在飞机场呢，就经常看到有些，呃，企业家或者说有些管理者的演讲的时候呢，我会请一些光盘，但是我们一次请光盘的时候呢，这个费用特别特别贵，一方面呢我舍不得，一方面呢我很想请，比如说三张光盘的话，呢，基本上七百多块钱。 嗯，三张光盘，你们也许知道，因为它的版权呢，就是这个这个公司这个拥有啊。那这样的话，啊，不那么容易的啊。也许你们这，呃这，呃，经过那个就飞机场的时候，你看看，就是有些管理者演讲的还是很好。有有一支的话呢，就是，呃，我就为了这个请一个光盘，就是用于半天，就是我就三张光盘，三张光盘。 然后就是有很贵很贵的，然后还有在飞机上呢，就是我们要为了听听一些学者的演讲，但是他可以在我们的书籍上呢，就是可以操作，但是你必须要给他呃交钱，如果你没有交钱的话，没办法的。所以我后来好像看到这个管理者讲的讲的很好的，然后呢啊。 花了大概是一千多块钱，然后呢，就我手机上呢，就是可以大概，但是呃，这个两三天呢还算是可以的，中间就是出国一次，回来的时候呢就没有了，就是不知道什么样然后问的话，就是也没办法问，就是所以有时候时间的一个知识的话呢，也许可能需要就是有一定的付出以后呢，就是才能才能得到的，啊，并不是那么很容易的。因此呢，你们也许可能有些人觉得。 太便宜了，太免费的东西的话呢，大家都觉得是不重视。所以西方国家很多人，包括有一些演讲，我刚开始的时候呢，我跟他们说，我凡是我的所有的演讲都是要免费演讲。但后来他们都不重视，就是所以呢，我跟任何一个主办单位说啊，就是那如果实在不行的话，你们收适当的这个费用吧，就是这样以后呢，啊，也许可能好一点。 后来的的确确就是人有时候呃对这个重视程度有点嗯不同的，但是我们现在学会呢啊就是原则上呢就是所有的呃就是除了几个别的发病以外的话呢都是是一种免费的，就是给大家提供。尤其是我特别特别感谢的呢，我们这里很多的人呢啊就提供道场啊啊就在一个城市里面有很多啊发信人员呢。 啊，今天在这里也是特别感谢。有时候，啊的确，我刚才讲的一样，就是这种新兴的力量是不可思议。浮躁的话呢，啊，确实，素不相识的很多人到你家里的话，那就是对你家里的很多的一些原来的这个状态呢，多多少少有破坏的，啊，多多少少有你看不惯的。 啊，你呃不想想不通的地方就是非常多的。那这样的时候呢，对你来讲是也是需要一边就是提供道场，一边呢还要修安忍，一边 <laughs> 一边呢就是又产生一些吝啬之心，等等等，就是有很多很多的面对问题面对的。但是呢，我我看我们如今呢大乘佛教徒的话，呢，就是的确在许多大城市里面呢。 就是愿意把自己的这个原有的这些呃这个多余的一些房展呢，有一些提供出来跟大家共修。我希望你们如果自自己各方面的因缘具足的话呢，尽量的时间长一点。有些人呢，刚开始的时候很美好，就是觉得呢发心也很大啊，你们来吧，我家里来可以共修。然后两三天之后的话呢，看到很多。 各种各样的人来了以后呢，可能家人也是不不有点反对啊，呃，邻居隔壁的话呢也有点反对啊，然后自己的菩提心呢就是也没有那么的长久，然后突然就注意变了，哦，不行，我要出差，我现在这里的人都要不能在这里去，这样的这种行为的话，的确也比较比较困难的。我希望你们啊提供啊一些呃道场和提供一些场地的话呢，首先。 用智慧来再三观察。你一旦呃答应了，一旦你呃承诺了以后的话呢，呃，执着的承诺呢，就像刻在石头上的呃文字一样的，不可能轻而易举呢就抹掉的。因此，一定要坚定誓言。你所承诺的，至少也是三年、五年乃至终生。我前一段时间用开玩笑也说，你们有些提供道场的人的话呢，你真正是你的钱财是有意义的。 啊，你的钱财是有益的，我都经常像汉帝也好，张帝也好，有个别的一些寺源呢，就完全是金笔绘画的，非常这个庄严的。可是里面呢，就是没有没有没有这个人呐、啊。硬件设施非常不错的，但是软软软件呢，就是特别差。那我们的目的呢，就是软件更重要的。 这个软件的这种教育的话呢，也需要一个外在的硬件的这种条件因此，我们这里呢，就是也有许许多多的一些提供在这方面的，呃，这个呃，就是方便的导游啊啊，就一方面特别感谢，另一方面的话呢，也希望你们呃，你们会遇到很多的困难。 需要面对很多的问题，但是人只要坚持下去的话呢，实际上的很多的事情的话呢，你可以超越的，你可以面对的，甚至的话呢，你完全的是可以呢，就是有一种啊，这个想象不到的一种力量来，就是呃，最后呢，就是获得战获得胜利。 啊，就所以，我只是呃，应该讲，就是第七个问题的话呢，啊，大家要理解我们的这个付出啊，就是理解我们的付出。嗯，然后呃，第八个问题的话呢，啊，我们学会呢，嗯，有一个学会的制度，呃，学会的呃，从开始到现在呢，就是都有制度。我们跟这个其他的一些呃道场，其他的一些佛学会呢，有点不同。 嗯，从我们内部当中的话呢，无论是从我们自身的管理人员也好，我们凡是参与的这些人的话呢，都有一个非常平等的对待。这样，你居住条件的话呢，我们都并不是是因为人际关系当当而他可以轻松，他可以呃严格，没有这样的，都可以享有我们的这种权利和义务。但是呢，我们也呃有一些嗯管理方法。 这种管理方法跟其他的有点不同。前一段时间我也讲过，我们学会呢，并不是是一直呃什么接待其他城市的这个借贷站啊。然后我们学会的人员的话呢，就是并不是是借贷其他人的借贷员啊，并不是是服务员啊。你是如果是很真诚的想学习的话呢，你可以在我们这里。但是你如果想利用这个平台，然后也搞各种各样的这个宣传。 传销，包括一些画院，包括一些呃，做各种各样的一些涉及到政治、涉及到经济、涉及到一些个人的宣传的，像诸如之类的这些事情的话呢，我们社会当中的无论是什么人，有钱的人也好，长得非常不错的人也好，或者说是你是具有一定的势力和这个有有各方面的一些背景的人也好，我们都不管，我们呃。 啊，这要是没有这个修学的这种啊因缘和条件的话呢，既然你居住这个如来藏啊，你具有就是比较特殊的这个身份的话呢，我们都没有办法就是像啊像你那样的人这个管理。所以说呢，我们特别希望呢啊，凡是参与我们协会的人的话呢，那么自己是一心一意在这里呢。 认真学习和认真休息的人，而不要有带有私人的各种各样的目的，或者说自己虽然没有很多的目的，但是呢，你带有你的道场的宣传呐、啊，你某个上市的宣传呐、啊，某个老师的宣传呐、啊，甚至呢，某个一些其他的啊，包括就是赚钱等等，就是这样的目的的话呢，我们希望呢，最好不要这个加入我们的这这样的这个学会。其实你加入的话呢，就是。 我们啊时间长了以后，不可能不会发现的。你的也许的一些假的面具的话，到一定的时候呢，会融化，会者掉落在别人面前。在这个时候，你自己也可能处于一种尴尬的境界。我们也是不太愿意看到这种局面。因此呢，啊，在这个学会管理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可能会发现的一些问题的话呢，我们管理人员很公正的。 应该不得不面对和不得不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所以在这个时候，希望呢，大家应该要心理准备有一些配合。也希望呢，啊，你刚开始加入这个团体的时候呢，你要会想到你的目的会不会清净，你的心会不会清净，你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目的？有其他目的的话呢，我们希望呢，尽量不要参与。即使你现在已经参与了，学了两个月的时间，但我们特别呢，希望。 我也是双手合掌，七七年呢，就是退出这个呃范围当中。否则的话呢，啊，这个一粒老鼠屎呢，就是可能啊，就是染上一锅这个米粥啊，就是非常麻烦的。在我们的这个群体当中，一百个人当中，如果一个人天天都是搞各种各样的一些非法活动的话，也许我们的所有的人的。 文思修行的机会呢，以他的各种因缘的话呢，全部最后不得不放弃。以前也是有过这样的很多很多的次，所以说呢，我刚才为什么说，啊，我这个今天呢，就是双数合掌，七七你退退退出的话呢，我们并不是说，呃用这个其他对你的功德产生极大的信心呢，我不是这样的。但是呢，我是为了就是健康的，为了就是很合理的。 我们继续就是要学下去，继续呢就是要灌理下去。以这样的目的的话呢，我们啊今天也是特别的告诉大家啊，就以后你来到这个学会的话呢，你要会想到啊，就我最好呢作为一个实践人，可能我真正去一个呃寺院里面。 真正去一个佛学院完成我的所有的这些修学的话呢，恐怕是现在不现实的，因为我有家庭，我有单位，我有。 啊，自己的这个各方面的工作，那这样的原因呢？如果我把所有的事情全部放弃，然后到山里去闭关修行的话呢？我现在暂时来讲呢，没有办法的。我有很多很多的责任。那这样的话，我最好的选择呢？我一方面不耽误自己的这个在家人的各方面的一些生活和工作，同时呢，也不耽误遇到大乘佛法的时候呢，这也是一种机遇。虽然我在这个修学过程当中，可能面对的问题呢，就是很多很多。 多了，我知道我们学会里面的有些人呢，学到十年、二十年，呃，学到可能十年就是五年、六年的话呢，非常不容易啊。就有些人每个星期都是，可能你要跟这个家里和跟朋友呢有个交代啊。每一堂课的话呢，你要面对很多问题。刚开始的时候，你的生活有点不习惯，你各方面呢就是面对的比较多了。但是时间稍微长了以后呢，你周围的人，你的。 亲朋好友的话，呢，就是也会理解你的，因为你这个人通过学习之后呢，并不是变得越来越坏，越来越不像话。很多人的话呢，不管是他的性格上，在他的行为上，啊，就包括对家人和对自己的各方面呢，应该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啊有条有理的。这样的话呢，就是很多人都可以认可了。 尤其是我在这里更要强调的呢，你们很多人是刚开始学佛，刚开始学佛的时候呢，希望你也不要太热情了，不要太，呃，太激动了，就是否则的话呢，到时候你的。 嗯，这个呃，这种慈悲的这个，往往眼泪就，也许就是流干了以后，就是再也哭不出来了，就是这个时候呢，也有一定的困难。刚开始的时候，很多人都比较激动，但那个时候呢，在这种心态下呢，你也不要放弃你所有的，啊，家庭和你这个家人，你毕竟是一个在家人，你对家庭有一定的责任，所以。 我们刚开始呢，啊，要求大家呢，就是不要太激动了，尤其是你对家人和你对自己的这个身边的人呢，一定要学会照顾，要配合他们。因为你学了佛以后，你所有的事情都变了，不跟他们一起吃饭，不跟他们一起说话，天天都是拉着你的这个客头记酒，我忙里忙忙忙忙忙，那这样的话，那不行的。我们有些学佛的人比较笨，就不会碎碎事件。 然后逐渐、逐渐、逐渐，你的这个行为呢，融入社会的时候呢，你再可以拿出你的科松机啊，拿出你的专机轮呐、啊。否则的话呢，就是每一个人拿着专机轮跑到你的单位上去的话，很有可能你的这个单位领导也开除你的啦。就是，所以呢，我们要一定要刚开始的时候呢，不要太激烈了，不要太激动了。但是你到了两年、三年之后的话呢，也不要太冷漠了。 像我的话，已经可以说是到了佛学院的已经三十年了。但是我对温字修行确实还是有意了的。只要我有时间的时候，我会看书啊，我会会学习啊。我自己有时候觉得是啊，我对佛法的这种信心的话呢，好像也没有这个渐退啊，就是更加就是比较呃最最关键最突痛的。我现在没有时间，一有时间的时候呢，我对佛学的文字方面就是非常非常有有有,有兴趣的。所以从这一点的话呢，你们有个别人呢，就是对。 我也可以做一个学习的话呢，也可以。为什么？你过了三十年以后，你还有对这个佛教的这种真正的问思修行有强烈的一些信心的话呢？我觉得这也是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呢，我希望你们啊，刚开始的时候呢，一定要啊，对身边的人要会呃三巧的处理。 不要你因为是否呢，你的行为都呃奇奇怪怪的，你的言辞也是是有点跟谁的，就是没办法，就是沟通啊，没办法配合啊。就是吃饭的时候呢，就是你就一直念咒语，就是不不给说话，就是这样的话。别人可能会觉得是你已经就是出现大问题了，就是很有可能把你困起来，就是然后送到精神病医院。 然后你说说，我是正常的，我是正常的，就是只不过说我很静静的，我害怕浪费这个时间，就是我是文字修行，他们也看不懂听不懂，就是这样的话呢，比较危险，就是所以我们希望刚开始学佛的人呢，一定要就是。 呃，就对身边的很多的人际关系呢，要这个三巧的这个处理，逐渐逐渐你的信心，逐渐逐渐你的慈悲和智慧呢，就是可以不断的增长的话呢，那个时候你做任何事情呢是比较这个容易的。所以我在这里呢，也要跟大家就是讲一下啊，就是我们要学会这个呃管理，和学会呢就是配合管理人员。然后同时在这里也该讲一下我们。 呃，在座的各位的话呢，从现在开始呢，不像你以前的一种这个生活方式，一定要具有一些观念。我们的观念呢比较严格的，一定要有一些休学的这种出勤率啊，还有有很多的表格啊，有很多的一些方法。你们都知道，是世界上的一个牛郎者跟呃加入这个呃正规企业的人的话呢，就是生活元素上面有一定的差别。以前你是一个牛郎者的话呢，你想做什么，你做什么的话呢都可以的，没有人管的。但是 你最后进入一个正规的啊，这个单位的时候呢，也许可能很多方面的是你有不同的一些约束和要求，在这个时候呢，希望大家应该要配合。 我现在呢，就是我们学会这边的每年的这种要求的话呢，就是就比较严格，门槛呢就是想放到比较高一点，否则的话呢，我们这边的人太多了，也没办法啊管理。呃，大家都知道，我们刚开始，今年都是已经第八届了。刚开始就是应该是二零一一一一年、一二年、一三年的时候呢，我们每年都是这个数数量两届的，然后从一四年和一五年开始就是改为这个一届了，就是所以我们今年都是。 应该第八届吧，就是第八届的话，那就是实际上是我们根据我们的。 这个人数呢，就是也在这个调整中。我们宏观调控方面的话呢，我们也看到，我们能管多少人？我们实在是没办法管人的时候呢，我们就很有可能以后的话呢，可能过了两年以后呢，就是数一届，就是也有可能的。如果我们人太多了，就是我们这个管理人员有有一定的困难的时候，很有可能就是过了三年以后，我们再数一届、啊，有这个可能，就是呃，当然我们根据我们的。 这种啊，这个管理人员的一些这个方法来就是调控啊，就是这是我自己的这个想法。然后，那么最后一点的话呢，我要跟大家啊说一下啊，我们这个参加学会的人的话呢啊，归根结底呢啊，大家啊，我个人来讲就是没有任何的目的。 没有像依靠你们来就是得到就是世界的名位你样当当，就是没有任何目的。我想我们这里的很多的发行人员和管理人员，他们也是没有任何其他的目的。我们唯一的目的是什么呢？让你们每一个人呢真正找到了一个人生的光明之路。就这就是是我们唯一的就是一个目的。我们所付出的再辛苦、再累、再困难的话呢，其实你们哪怕是一个人。 原来是非常迷茫的一个人，后来的话呢，知道、懂得，就是自己面对人生的问题、面对感情的问题、面对生死的问题、面对解脱的问题、面对现在的非常复杂的生活的问题的时候呢，你有一种方法，你有一种力量的话呢，这就是我们想要得到的。 我们所有的日日夜夜的付出的话呢，其实应该说是是这样的一个目标。在这样一来呢，啊，希望我们这个参加啊学会的这些人当中，以后呢有利他性的人呢，希望你们也站出来，就是尽量发信，而且发信的时候呢，千万不要以私人的、以私见的这个非常肮脏的心态来。 就是做一些呃非常不合理的这个管理啊，不合理的一些发行啊，不合理的一些呃做种种的一些破坏呀、啊、等等。那这样的话呢，从时间和出时间两方面来讲，对你个人而言也没有任何的事业，对我们整个集体来讲呢，我们招到一个好人的时候呢，的确也是对我来讲也是非常有意义的。然后对你们身边的人来讲呢，也特别有意义的。 如果我们当中出现一个坏人的时候呢，虽然这个人也许可能做不到什么大的破坏，但是呢，也对我们可能带来呢，就是许多的一些麻烦呐，就是许多的一些呃困难呐、啊，等等等等。这样的话呢，我们最后的希望的话呢，在座的这个学会的各位道友啊，你们呢，可能学佛的路呢，就是应该是比较漫长的，你们心里呢，就是一定要有一种很很好的这个准备。 哎，不管是学佛的路，实际上是世间的任何一个人生之路的话呢，也许是它是需要做的比较慢，但是只要我们有一个坚定的信心的话呢，确实是这个结果呢，并不是很难的。这样一来，我们呃在座的各位啊，就是今天呃，因为呃所谓的这个开学典礼也好，我们刚开始的一个姻缘当中的跟大家的开始的话呢。 我呢，就是没有什么，就是真实的这个准备啊，就是因为，呃，今天我可能跟这个围绕学员呢，围绕我们的学会啊，围绕很多方面的问题的话呢，实际上是已经。 今天我开了多少次会哦，嗯，那我们那边的有些发行人员应该应该知道，就是一直刚刚从 <laughs> 从那边过来的，就是所以说呢，呃，就是一直有许许多多的事情。但是我自己觉得呢，这样大家都有一种利他心的话，那就是什么事情都是阻挡不了我们的前景的。我们呢，应该呃，就是一起来。 啊，就是呃，好好的这个温死。尤其是你们今年刚开始学的话呢，你们可能现在真正的一些佛教的深奥道理也好，简单的基本道理也好，也许并不是很明白的。但是你只要长期录你的话呢，任何的智慧呢，就可以潜移默化的，呃，就逐渐逐渐的，呃，就呃，自然而然的呢，在你的相序当中呢，就是不断的就是会积累下来。最后的话呢，你的。 呃，这个言行举止啊，就是都有一个呃明显或者不明显的这个进步。这就是不仅仅是佛学，世界上的任何一个知识呢，就是只要你浸泡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这样的一种教育的氛围当中，这样的一种人群当中的话呢，逐渐逐渐你会一种变成了真正的这个善良人，真正的一种这个呃修行人啊。 就所以我们的这个修行呢，希望大家也不要看着是特别简单啊，就是你去学一个两三天的瑜伽。 或者是你去呃，就是感受一个什么这个啊，一种这个母语啊，按摩啊，就不是这样的。佛教的一种心灵的这种啊，这个调呃调服方法的话呢，需要就是呃比较这个长的时间当中的话呢，那么你带来的这种收获的话呢，也是是越来越多的。就这样的啊，一来啊，希望啊每一个人的话呢，就是从现在开始，一定要有一种。 呃，坚定的信心啊！你们修学过程当中，也许会退时的因缘是经常比较多的。有时候你身体不不适应呢，也想退下来；有时候是你的身边的恶友呢，就是劝你退下来了；有时候的话呢，你的可能学习的成绩就是跟不上；有时候的话呢，你心就比较散乱，产生各种各样的分。 烦恼、分别点，等等的，有时候的话呢，可能你的家人啊、朋友啊，就是阻止你，而没办法跟上的。有时候的话呢，可能你因为这个工作不顺利，你因为这个呃家里就是出现各种比较这个意外的一些事情的原因呢，跟不下来。但是也许你在休学过程当中遇到的委员有些人呢，就是你。 一旦就是把这个这种乌云，就是呃这个驱开之后的话呢，又再次的返回。我们一个人呢，有不断的跌倒的时候，有不断的站起来，这就是是一个人生的最勇敢的一种面对方法。修心呢也是如此。我看过很多，我今天早上刚刚看过一个大德的这个传记啊，确实他修行很不容易的，但是呢，他后来呢一直不放弃。 一直没有放弃的原因，最后呢，就是他的成成就的这种境界的话呢，就是相当伟大。因此呢，我们应该呃，大家要学习一种呃非常坚坚强的意志。我我就很想学好一些坚强的人的这种新闻啊。有些坚强的人呢，遇到了再大的一些困难的时候呢，他还要不断的勇敢的去前进的。而我们垂乳的人呢？ 不管是实践当中的、休息当中的，遇到一点点的问题的时候呢，就没有办法的，就是最后呢，就只有这个啊，就跌跌下去了，就只有呢，就是啊，就没办法这个活下去了，就有这样的很多案例。所以，我们最后的一个希望呢，希望我们可能啊啊，今天是一个新的开端的一个日子啊，就新新的一个开端的一个日子。但我我希望呢，就是最后我们呃啊。 总有一天，就是我们圆满毕业，圆满这个学业，在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啊，就是呃，跟大家就是有一种非常这个殊胜的因缘呢，呃，就是。 呃，这个弘法利生啊，就是呃，这个大乘佛教的呃最究竟的这个意义，归根结底呢，就是其实弘法利生啊，就是那么呃，我们呃希望呢，就是实现这一个宏伟目标啊，就是大家一起这个发愿，就是共同努力。呃，这是我今天的讲话。下面呢，我就按照这个呃这些这个呃他们的安排的话呢，就是我这里还要给大家。 贵鱼啊，我还要给大家念传承啊，呃，把我当做一个机器人一样，就是他们很多人是不断的利用、不断的应用，呃，我的这个一些小零件和螺丝没有坏坏之前的话呢，我会不断的转动。嗯嗯，下面是今天就是做一个简单的贵鱼啊，以前我们这个新生当中的有些都没有。 呃，皈过依，以前已经皈过依的话呢，那么就是你们这个不用重新皈依也可以。重新向皈依的话呢，也皈依三宝，也不是皈依我。啊，如最主要的话，那就是皈依佛陀，皈依法。 皈依这个，呃，就是佛陀最深在的慎重啊，就是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皈依。那么皈依的时候呢，最好的皈依，为了你一切众生而皈依；中等的皈依，自己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而皈依；那么下等的皈依呢，就是为了自己的健康啊、治病啊，等等等，就是发财啊，就是这样的目的。所以，不管是你们要发什么样的心态，最好是还是要向利益一变一切众生而皈依。那么，我们下面那念三遍，就是安照大圆满信心。 休息，你们所讲的一样的这个皈依戒，然后你们呢啊，就跟着我重复三遍，到最后一遍的时候呢，你们已经获得了这个皈依戒，就是自己心里面就是想获得了这个啊皈依三宝的戒，就是从今天开始已经得到。那么这个呢，不管是网络上也好，我们现场的呢，只要现场在的人呢，都可以这个让得得到皈依戒。

ཁ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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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到了叫孙秋，呃，这个皈依的发明的话呢，我们以前很多都是按发呃发往如意宝在世的时候的愿字辈啊，就是前面是圆满的圆，然后后面的话呢，你们呃呃按照这个你们自己就是觉得元气很好的一个字。 或者是你自己的名字当中的任何一个字呢？你你可以这个用上。如果自己没有什么呃可这样的用的话，那就是我们就统一的跟大家去去叫做是愿命，就是悲命的命啊，就是圆满的愿。如果你有有其他的一些名字上去的话呢，你觉得这样的元气很好，那么后面呢愿什么什么愿什么什么就是这样呃去数都可以啊。就下面我念呃八吉祥和那个。

э фтердарня биц см ла озанимадо геркэр геркитиц нам буча ланжагры дипторджи имсоле шоа нури тоср чэмбу го ма онжод дженбаро го кппчондо дертон султор токбои ма жодэн бамэра он дорди нима ноа чэмбу хор чурк нон таю дорджинча ноажуд джижа па мар джарон горном

门可以开着啊，就是他们，我们时间说，什么这个八点钟可以进场吗他们九点钟是吧？嗯，这种帮忙这么多吧？他到那边这边直接去帮忙，那边去帮忙，那边这样帮帮把家里种种嘛，种嘛有拉什么菜咯？第二个干的那么当然。

我们说，那么说嘛，一般那个各路派的人念那个度母的时候呢，身体也一直在这样动着。什么做这东西，什么做那做的时候，什么做那做的时候，自己的人他那么就是说嘛，马里巴的这么多，也是经常在马中在让给的那么就那么那那就就人

умдарэдэ дарэдэрэ суха умаа хон бадрын гороп амаар дохоо умбанзар сад дохоо умаар нпа мэхоо умаара баца наар до умаара баца наар до умаара баца наар до аа яа сунндой тансэ